小坤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迪迦奥特曼和小丑吧。哎，刚刚呢，我来到密室门口的时候呀，发现迪迦奥特曼躲起来了啊。你看，外面呢到处都是小丑，对不对？那么为什么这个迪迦奥特曼这么害怕呢？啊，看见小丑的他竟然躲起来了啊！我去，不会是打不过小丑吧？嘿，迪迦，你也太丢脸了啊！竟然连这个小丑都不敢对付了。走，跟着我一起出去吧。来，带上这个狙击枪。我倒要看一下这些小丑到底有多厉害。我去，你看，好。这迪迦他们也是相当的厉害，打死了一个小丑，看着啊！我的天啊，这小丑呢还是厉害，竟然把我这个旁观者给消灭掉了！啊，这个迪迦呢现在是还在跟这个小丑打，来，不要慌，我们现在继续出去。这里有个窗户，我们现在过来，来，迪迦出来。我把迪迦给拉出来吧。我去，他躲在这个密室里面是死，这个小房子里面是死活不出来啊！你看，好吧，他不打小丑，死的就是我，对吧？这迪迦害人呐！走，来，我来去对付他了吧。你看，这波这些小丑呢，全部都消灭掉了嘛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这迪迦，你要是早点出来，不早就没事了吗？啊，不知道怎么搞的啊！啊，这胆子也太小了，竟然连这些小丑都害怕。啊，今天呢就玩到这里，我是小坤，拜拜。